因为受到了少子化冲击的影响，又再加上台南校区大学部的招生始终是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康宁大学决定向教育部申请改制回专科学校，要停止台南校区还有大学部的经营。如果教育部合可，将会成为全台湾第一所由大学改制回专科的学校。2015年8月，台北康宁护专和台南康宁大学正式合并。不过三年光景，学校决定向教育部申请改制回专科学校。代理校长李慧玲在给教职员和学生的公开信中指出，少子化趋势明显。当初合校是希望以台北康宁专校来拉抬台南康宁大学招生低落的情况，但三年努力无法达成目标。为了让学校永续发展，必须立刻止血。专科部的招生啊，一直非常的好，维持到90%以上，但是说老实话，大学部的招生的情形真的很不理想。为了把有限的资源发挥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才做出改制的决定。康宁护专和康宁大学合并初期有5000多名学生，现在不到5000人。南北校区加总有60%是五专生，而学士班不到30%。应届生毕业之后，台南校区只剩300多名学士班的学生。如果改制案通过，未来将会有9系停招。改制之后呢，我们现在冲击到的南北合并的数字大概是500多位学生，我们就会积极辅导他们转学。然后对于想要继续留校念的同学呢，安排他们在这个附近的学校寄读，或者是在台北校区来就读。设下停损点，校方打算将教育资源全心投入专科，并规划召开说明会，和学生讨论转学或寄读等后续方案。但有学生说自己看新闻才知道消息，相当错愕，很不尊重学校的师生。一开始应该照理说应该要是跟师生先沟通好，然后再对外发布消息。难道我缴大学学费，但是我出来的文凭难道要给我印个五专吗？必须先启动他们校内的沟通跟校内的一个配套措施的规划，经过他校务会议再提到董事会，最后才会报到教育部来，那部里面核实来做审查。康宁大学在几年之内历经了改制、合并，现在又想改制回专科。教育部表示，法规有提供改制空间，会审慎评估，但不一定会核准。重点还是要以师生权益为优先。记者台北台南综合报道。